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，迷幻幻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会忘了按加入这个东西。开打，这把来补一场神奇的。换碟哦哦。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，想办法到顶楼去。监督者就在那里，去拿他的钥匙，找到我。哇嘞！我可是有说那一只不要下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飞了五层，我知道啊。哦，等一下会被换爹骂哦。这一瞬间，瞬间还好啦。你那个续杯我比较没办法补。男神好像有出现欸。哇，很久不上。哇，这谁的触手啊？呀，怎么这么多人在啦？对啊，谁像你那边忙着当农夫不理人？没有没有，我刚刚我出去，刚我出去，我就去协调我们小区里面。就我们业主中间的事情了。真的吗？你确定不是为了跟小姐姐聊天所不理我？没有啊。对了，谢谢宽姐提醒，我要去找小姐姐了。干，果然呗，还在那边这样不行啊。可以的啦。干，我拉的距离太远。sorry sorry， 就你们这么多人，你们在打什么呀？打托打十一。哦，加油，你们可以的。好，这种什么烂精神惨弱啊，好烂哦。3 2 1，哇靠，我看我挖了多少草了。今天我挖了1500了。但是今天草价好低啊，我打算我等周四的时候再去卖嘛。对，我打算今天我看什么时候吵架合适的时候，我先卖掉个500，然后那个我先卖个300-400的样子，然后后面的，然后剩下的我打到等到周四开始到周天的时候我出掉。嗯，人家拓荒的时间在进步。放心。那我想到这个事情啊，那我总归我想要多挣一点了。100一颗卖给本就，现在也不收啊。
没有不收啊，是现在不缺啊，靠！你们是不是每一次你拔我就要收啊？这不合理啊！你好吧，冯大爷。放心，放心。也是得花钱的呀。那个，就如果本就死，一直收的话，那么我多久能把本就的钱赚完？放心。你那雷公算花多少啊？我现在大概也就一个脚趾头吧。放心。我现在全部家当加起来可能也就40万左右。放心。等一下，你练的这么卖的这么认真，还这样？没有，我前天才开始挖的呀。你不是前阵子就在挖了吗？哪有，我前天开始挖的，我前阵子挖了都我都自己吃掉了。哦，自己自足就对了。对啊。我这两天我才那个用于商业用途啊。商业用途。放心。啊不，贸易，这两天我才开始做这个，做这个的，让它有经济效益出来。对，从原本的自给自足向，向那个，从本来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向那个农场化经济转变。可以不开门吗？可以。哦，这次竟然会开门！我靠！这次开个什么号区啊？没有啊，开那个天兵先生。对，开。对，猫猫好可怜，猫猫。猫猫还没进去啊，我们在等他开门啊。太急了。啊，不是那个，我在想天兵先生不是个法师嘛，他会锻造。哦，这是锻造的、哦。对啊。现在控制炸弹不能炸门，那只有锻造了咯，锻造能做钥匙啊。不是直接进来，我们要在外面打、啊。要直接进去啊。需要修锻造等级的呀。他怎么没有人进来？只有我进来，害我觉得有点难。啊，我甚至那个小的虫可以先打掉没关系。我甚至想这两天我练个小德用于双彩。那个大德鲁伊的越狱形态真是野外的一只流氓。寇格斯，好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没控制住下路，没把他丢？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真的吗？哦，对呢，还有这，我至少要先在那边打完吧。你要在这里打完就。哎，原来是大傻咪。奇怪，我有多穿一件服化妆吗？我怎么觉得有鬼在追我？真惨！你这王八蛋！哎，我感觉转雷龙好累呀、啊！不用转雷龙。我打算等过段时间石钢徽章涨价之后，我直接拿钱了。你决定了？啊？不就是个雷龙吗？我操！等，大家怎么那么急啊？妈的，我以前买卡牌做骑士花的比这个多多了，那时候。当时很多年前，国服那什么幽灵军马3000块钱，那时候我买了。然后那时候还有那个犀牛，
后面的人还没跟到。嗯，你们现在谁谈？我啦。白酒。白酒。阿通。啊，肥猪，你这个残疾人能坦的？嗯。真的说了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。什么？你要拖去哪儿？需要拖到这儿吗？你这样子等一下会不会缺怪？那个，今天中午阿修居然让我参会长大的上面吗？还是我？是你出来的。靠腰。然后我是这么回答的，不管会长大大真实重量多少，但会长大大在我心中，重量有远比泰山还重。我真的不会玩这个。哎呀，操！搞系统看不下去，把我踢下线了。那个我掉线了，我靠！你系统看不下去，刚听不下去我刚说的话了，然后把我给踢下线了。现在是打哪里呢？等一下。让他回去，让他回去。嗯。先回一下血。哦，直接上了。先开啊！你有，你可以开吗？你钥匙够吗？不用讲，我有四十几个钥匙。操！他有四十个钥匙。不是，他。嗯？你赶快拉哦！他开了哦，第一波来哦。嗯。知道，还好。哎呀，我以为小姐姐回我，结果是我们小区的。记得变熊呢，这边有鱼啊，这边有鱼。哎，这两只没拉到，对不起，没拉到。
开了哈。哦，还没有。哎、欸，哦，sorry 呀、啊，没有看到啊。这样子的、啊，这边是怕说他那个你们没躲好，可以稍微这样用。对，大家一起打、哦。哎，加油！算错时间 ，sorry。我只是晚一点回来，我家怎么变这么多人？嘿嘿。靠！哇！我已经上下天空飞了一个下午了。电音也开始在电音了哦。网路可能有问题。你说我吧，还没有。啊！不吵你们了。嗯？现在还是有啊。
进喽。卡死角了，靠腰。这边。谁去开个炮呀？在后面那两个法系的，那你再过一点。刚刚不应该先比我早开的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有？队友邀请，发生啥事了？Three, two,
One。你们打到哪里了？在本就带领下。没空了。放心。喷射波。酷哦，刚好在那个点上。放心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忘记了，靠！过来啊！咱们先打王吧。要到这边啊，上边哦，好，就去这边哦。放心，放心。
心，放心。放心，放心。胡瞎坦 ，sorry， 真的不会玩 DH 坦。走走走，开讲开讲。感谢大家，灵机精通，有人要吗？好，这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